我就说大鹏不可能赢吧，昨天晚上我看你还领先呢。哎，不过刚才啊，多亏了高湛，要不是他，大鹏还嘴硬呢。谢谢你啊。你干嘛？突然这么说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我不是你的家养小精灵吗？ 我现在正式宣布，赌约结束，徐德斌，你自由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！我幸福了，我太逗人了！谢谢您！哎呀，今天看你跟大鹏急了，我还挺感动。 我能不急吗？咱们为了你能当上主持人，付出了多大努力啊！这是属于咱们团队的荣誉。你要加油啊！借着这次运动会，好好跟高湛改善一下关系。你也是，你趁着这次机会呢，跟徐静静把握住改善关系的机会。